测试一下啦，陈千飞，这次会笑了啊！来，你看，嗨，千飞，鼻子、嘴巴啊，口水滴下来，嘴巴啊，爸爸，摄影机出来你就不理我了哈、啊，是不是？摄影模式启动。嗨，鼻子，下巴，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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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，嗨，亲一个好不好？握握手，握握手，下巴下巴，眉毛眉毛，鼻子鼻子，是不是？小千飞，千飞，你们要笑一下，哈哈哈！你要去哪里？哈哈哈，哈哈哈！你刚刚不是一直笑吗？哈哈哈！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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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？嘿嘿嘿，还是飞高高？要不要飞高高？飞高高。好，飞高高就会哈哈哈了哈。飞高高，呜！为什么妈妈飞高高，你的表情那么紧张的样子？嘿嘿，啊！为什么他现在的表情都没一脸？他只要一看到摄影机就……啊，你看到摄影机就这样啊？因为它会发亮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他说是。什么会有红红的灯呢？跟姐姐一样，姐姐小时候也是这样。哈，因为啊，这个小朋友啊一直在看我，害我边工作没办法专心，因为我都不知道该不该理他，不理他好像又太残忍了一点。你要去哪里？喂，你要去哪里？你真的跟姐姐的小时候好像啊、哦。你要去哪里了？我都会叫错名字哦。啊，先这样，宝宝继续工作啦。你要不要笑一下？笑一个。哇！哇！不肯不肯，好笑，算了。不勉强。不要再这么找到一个方式的。嗯？笑就是不笑，不笑，不笑。那录音机就不笑了。看宝宝。慢一点，哇，有没有？哇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哇，哇，哇，笑了，是不是？有笑了吗？发公告在。